藝術品已經成為近年熱門的社交展工具，他們會利用拍賣會將畫的價格推到更高。幅畫呢，我已經安排好曬，一定會做到我們預先的目標，可以再推高兩個價位。 TVB 之最廉政追擊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，百度空間追擊真相播出，你可以下載 TonTon App 收看。